的妈咪，你呢？我是小宝。你是谁？你是谁？坏人。你是坏人？你是坏人是不是？坏人。哎呀，脏的，快点起来。在剧组，你最喜欢？我喜欢臭脚丫子。喜欢什么？臭脚丫子。你喜欢臭脚丫子？我不跟你玩了，来绝交。哎呦，小宝，我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？嗯。你最喜欢爸爸还是妈妈？喜欢爸爸和妈妈。你喜欢贺乔燕还是秦岭月？贺乔燕、秦岭月都喜欢。你真的是个端水大师哈、啊！你知道什么是端水大师吗？你才是端水大师。我每天都很想你。我每天也很想你。